阿弟，你这么早把我call来干什么？我也不是很想起床，但是呢，过年前没有什么活动，对不对？是。那我们就借着这个试驾机会，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清水服务场。服务场，服务场，清水什么中心？休息站、啊。休息站。对啊。就是高速公路旁边，可以开进去上厕所、吃饭。然后现在听说重新装潢日式的这个装潢，听说很漂亮，而且有多好吃的东西。嗯，我们就是要开过去看看。听起来不错。讲那么多，我们就是要去吃东西而已。值得那么早起床？对。好，那我们还没介绍车子。今天呢，我们之前试过 A8 是长轴版，是短轴版，而且不一样，它是柴油，50 TDI， 其实就是3.0柴油啦。哦。然后呢，这个选配不得了，有74万。有什么东西我们等一下晚点再讲。好，主要呢还有这个自动跟车，然后这个车道维持，所以呢等一下应该会比较舒服一点。废话不多说，我好饿，走吧，走走。哇，现在交通真方便，两个小时就开到日本了，啊，幸福天空！哇、wow、好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清水服务站里面的这个日式新的重新装潢的餐厅。是，我们现在呢就是要进去，把后面有几家这个餐厅里面的食物，每一家都点一个，为大家做开箱。哇，不错哎。对，然后叫老板付一下钱。所以这算我们的尾牙吗？好心酸啊，开两个钟头过来吃尾牙也可以啦。好了，好了，那我们就现在上去，走。他们两边就做一个结合，姐妹的概念，对对对，所以就把上面呢整个三楼全部换成纯日系的这个连锁餐厅。所以而且知道我们今天要来，所以把这边现场都清空了。对，你看有没有人？对，没有啦，对，过年就很多人。对啊，我们今天是平常日，尝鲜，我们今天是来尝鲜。好啦，我们现在花了1025块，买了一桌的菜，是，都是日式的，那现在目前这些卖相，看起来都还蛮像百货公司。好，来，客掉它，客掉它。我这是豚骨拉面，好，然后这个呢是综合蔬菜乌龙面，沙拉，对，乌龙，对，然后这个是炸鸡冻，炸鸡冻，然后这是牛肉咖喱，牛肉，对，哦，那一小坨就是，然后那一小坨，对，然后还有寿司。对，怎么可能找到寿司？外面蛮冷的。Q 吗？好像形状有出来，味道没有很接近。哦，好，没关系，我吃吃看这个寿司。听说握寿司要用手吃，然后就是寿司的味道，就是寿司的味道。但是感觉到它的食材比一般30块那种再好。点一个鲑鱼的好了，它鱼比较偏饱。对，这个拉面就是咸咸的，对啊，一般。再来吃一下这个咖喱，好了，咖喱是有层次感的咖喱味，就不像外面那种比较便宜一点那种料理包了。炸鸡冻啊，它所有淋上它的独家，一口。你吃吃看，我讲不出所以然。吃得出来那个酱汁的，淡淡的又有点咸。现在吃吃看这个长得很像甜不辣的炸鸡。我来了，这个炸鸡好吃，因为它外面够脆，对，而且很蛮入味，所以推荐这一道，不错。再来这个是不是要拌？我来拌一下哈。面本身是蛮 Q 的 ，OK 的，面不错，冷面不错。但是这一盘多少钱？170哦，我会觉得120差不多，因为它分量其实算少。虽然没有附汤吗？没有汤也没有肉。全部这样吃素的话 ，OK， 价格有一点高。吃完了哈，你下次还会买哪一个？我想去一楼。对啦，但是说家里面的人说，我们没有来过，要不要上去吃吃看？一定要买一个。你觉得炸鸡冻比较重要？
刚刚的心得看看就好。拍完后其实又去一楼买东西吃，讨论了之后一致认为三楼美食区真心不推。哎，对，还有一件事，我们今天是开 A8 过来，恐怕你开了觉得怎么样？隔音非常好，又加上是气压悬吊，开过来也不会那么累，对不对？还有夸张，切换车道真是稳到一个不行。这次呢，原本的车价是398万，我们选配选了74万，有选头灯，还有气氛灯、天窗，还有铝圈，全轮转向 ，BMO 音响，手机无线充电，还有抬头显示。我觉得最值得选的就是 BMO 音响，因为它隔音非常好，所以音响的效果一定不错。我觉得它已经是我们试车里面的音响的质感里面第一名了。目前可以这样，目前就非常好，虽然它隔音已经非常好，但是你配上那的话，长途旅程听音乐是更方便的。那再来就是它这个2020年式的车款呢 ，Apple CarPlay 就可以无线使用，之前还要切那个线，现在你可以直接放到无线充，就直接播 Apple CarPlay。那选配部分呢，头灯是12万，然后气氛灯就是38000。那其实它有一个套件，就是包含头灯、尾灯还有气氛灯。反正加起来呢，三个东西你如果单独买，一定比那个套件贵。是，所以你干脆就买那个套件，除非你很有钱，就是要分开买，那就直接一次包了。对，好啦，总而言之，我们之前试驾过是长轴版，是。那短轴版今天是比较适合自驾。对。那自驾你觉得也非常 OK？ 自驾我觉得主要是转弯啦，你不需要说好像车头开多一点点，你怕说车边会磨到。再来就是它这个是柴油引擎，当然是汽油，我比较喜欢汽油。但你今天是试乘过之后，我觉得它的加速性非常好，很猛的。它600牛顿，所以你今天有再加速，高速加速，我觉得都非常顺畅。是啊。然后噪音的方面，所以就是很低速的时候有听得到一点声音，对，但隔音做得很好。所以这台车其实蛮适合自用、自驾、长途旅行。对，又有 ECC， 对不对？对。老实讲啊，我刚刚从上高速公路，我直接切换这个辅助以后，我的脚只要随时放在预备在刹车踏板上就可以了。是。对，它好聪明，而且它加速减速非常线性。是。你不觉得它在操作？我一直以为都是你开的。老司机的水准啊，对对对对，而且最主要是他中途如果有车插进来了，速度比较慢，他马上就可以慢下来了。哦，至少那种刹车减速不是那种，你不会觉得哇，突然的吓到人啊。所以整体上顺畅度非常好，非常好，非常推荐。对，哪怕是标配一定有。而且刚塞车，他跟车也跟得非常好。嗯，对。所以说开到这边，其实几乎两个钟头的车程，也没有到很累。不会累。对。那回去我开好了。好了，那今天呢，就是在过年的时候，跟大家拜个年好。好，祝大家数不完的钱，数不完的红包。好，那今天节目到这边，祝大家有个快乐的年假。对，那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跟朋友拜年的时候多帮我们拉一点订阅。订阅还不错。对，那我们下次见，过年后见，拜拜，拜拜。